嘛，可以试试啊，但是要吃你自己的。我喂你吃好不好？好吃吧？这位小姐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发疯了，发疯了！到底怎么吃？小白乖，你也有今天。小白不能说话。哎呀，你根本就黏土。欢迎收看《新兵进击曲》，走回来 ，Happy。我们欢迎今天的荧幕情侣档来宾，帅气的赵俊阳，哇，还有甜美可人的叶嘉瑜。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接近了暑假的尾声，对，也许呢有很多人还没有带家里的小朋友，或是家里全家人一起出游，而且机票这时候最便宜，这时候最便宜，现在这是最便宜。你最想去哪里？我最想去哪里？我其实还蛮想去日本走走。哎呦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日本近啊。你知道日本啊，很多很好玩的地方。哎呦，我可以特别推荐一个地方吗？什么地方？可以啊。我想去卡沟西吗？卡沟西吗？在哪里？鹿儿岛。鹿儿岛啊！鹿儿岛有什么好玩的吗？可是我记得鹿儿岛，你们上次拍戏不是去过吗？有去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因为去那边拍戏，那边的大自然超清净的，对，完全走入大自然。而且我们上次去那边取景大概15天嘛，那实际上我们很多时间都是在很用力的在拍摄了。我们看到很多，但是呢，真正说好好去逛一逛嘛，其实并没有。所以其实这次有这个机会，我是非常非常想再去看一次，还想要再去仔细的再看看他们那边美丽的风景。那元浩最想去哪里？我自己啊，当然是夏威夷啊。你想去夏威夷冲浪，对不对？是。鹿儿岛也可以冲浪。对。其实鹿儿岛像你刚刚阿光讲那个重点，现在因为便宜，对啊，对不对？然后鹿儿岛如果有海边，四处都黄海，然后又有大自然，而且还有听说还有火山，嗯，蛮想去看。就是我手上这个，对，樱岛火山。樱岛火山的特色就是它是活火山，那你如果运气好的话，到那边你还可以看到它能量释放喷发。而且鹿儿岛也是这日本非常知名的温泉的所在地。哎呦，泡温泉那边。你最喜欢？对呀，我也喜欢泡温泉。我像我刚刚讲这个，它的温泉呢，它温泉不只是温泉呢，因为它的温泉呢，其实也是它的知名景点，叫这个绿溪汤院呐。哦，对，然后它呢，在一个温泉区里面呢，就好几个不一样的池子，而且温度都不一样，温度都不一样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应该有很多的疗效，冷热交替。对，而且它有两部很有名的戏啊，叫《赌鸡》跟这个《龙马传》，都是在这个绿溪汤院。龙马传、福山雅治大戏啊！我们那时候在那个海边，有没有芝林之岛？对，它非常特别。对，它是那个就是涨潮的时候，两个岛是分开的；退潮的时候，中间会有一条路。好酷！可以感受到两边都有海浪。对，它这个其实它那个芝林之岛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了。它在每那还不是每一次你去都可以碰得到，它其实是在每一年大潮的时候，对，三月、四月啊、九月、十月的时候才会这个退潮的时候才会这条路才会出来。哇！你走过去以后，它上面还有一个钟，听说恋人一敲之后啊，百年好合。我要去那边录进行曲，说啊，你要跟谁敲？我们一起啊，你要跟谁敲？你就眼中啊，你眼中跟谁敲？你眼中啊。好了，今天请到两位来呢，要来参加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厉害的两位来了。考验之前来看一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？闪耀着金黄色的美丽光芒，属于盛夏的鲜甜芒果抢先映入眼帘。手指饼干包覆着清爽的马斯卡邦 cheese， 更是你不可错过的绝妙滋味。到底是谁能够获胜，夺得今天的美食奖励呢？对，参赛队友首先介绍我们的元浩哥，我们帅气的元浩，还有我们的嘉瑜，以及我们的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赵俊雅，以及我们的大宇辰。今天的两队，请听清楚了，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第一题的题目，那就是谁
没有吃到黑糖糕。哎呦，厉害哦！云，请听清楚了，这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第一题的题目，那就是谁没有吃到黑糖糕？哎呦，厉害哦！没有吃到黑糖糕，那到底吃到什么？桌上，我们每一个人桌上都有一个盘子，是里面。有类似黑糖糕的东西，但不是每个人吃到的都是黑糖糕。哎呦，好不好？那个该不会是咖喱粉吧？那是什么粉啊？黄连粉啊！啊，怎么可能？黄连粉是川西的朋友。哎呀 ，Oh my god！ 哎呀，你要多吃一点。对了，你吃到自己要吃，对，你嚼了就贼了，嚼到到。这样子，我要讲，我没有不敢。让我为你服务。哎呦，对了，美女为你吃鹅肝宴了。可以撑住，撑住，撑住，吞下去，吞下去。对你好，对你好，均衡。那我看看你的牙齿。彤彤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是你，这个爱城是如何的？老牌温泉店的老板，为了迎接络绎不绝的台湾游客，萨瓦迪卡，特别在饭店门口叫卖。怎么你不 cue 我？当地的名产黑糖糕。各位旅客，大家好，快吃快吃快吃，我跟你坐火车，今日三百六十五天，今日上好康。这个什么？忘掉，就是。乌汤粿，不会的，乌汤粿就是鹿儿岛上纯上好食乌汤，所做成的。你若是无买，你会中癌了。你讲话，你不去鹿儿岛叫卖太可惜了。太可惜。我们是八点档演员哎，卖完之后自己先吃一块。嘎中。之后又开始叫嘛。各位旅客大家好，快吃快吃快吃，我跟你坐火车，今天上班来南投港，一定是上好港。大家变什么？对，不对？就是乌汤粿，乌汤粿上上上好食，鹿儿岛就是。你今天无买票，心内会障碍着。是的。陈大人的情境剧本，今天的来到二号赵俊雅，你是在卖这个特产黑糖糕是不是？鹿儿岛最好吃的藕藤粿。哦，那这个可以试吃吗？可以试吃啊，但是你要吃你自己的。别客气啊，好吃啊，好假好假，别客气，凶孙呢，好假。是的，赵俊雅吃了一口，突然觉得太好吃了，于是决定要买回去给他的老婆王彤吃。看到老公回来了，便冲上去，便冲上去抱着他。哎呀！所以我啊就去这个附近逛一逛，帮你买一些这个小礼物回来。是的，所以你我买了一条这个荷兰口味的，好欢迎你。还有什么？这个樱岛火山的纪念娃娃，我在做国宅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这个灯笼，我要度蜜月的灯笼也给你。哎，ありがとう。我是不是很贴心啊？我就说嘛，我爱死你啦！是的，还有啊，我知道你饿了。对，我想到你会饿，所以我帮你买了这个特产黑糖糕，非常的好吃哦。我喂你吃好不好？好啊。嗯，好吃吧？老公在喂老婆吃一口，很甜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再来一个。
可爱呀、啊，快再来一个、啊。老外破音。啊啊妈妈妈妈妈妈妈。这是彤彤带来的奇迹，到底谁没有吃到黑糖糕呢？一号队，好的，三秒倒数，请开始，三秒，彤彤，两秒，一秒钟，时间到，志玲，我猜是三号，因为他现在还在回甘，不可能是他，我觉得不是，他叫卖得很好，哎，他叫卖得很好，可是他看起来很，你不要假掉，一定也叫来哟，零六五。好吃，这里啊，黑糖糕来自的，这是鹿儿岛来的健身教练 ，no， 姚云峰，姚云峰，你躲得很快吗？你不知道给他吃吃，让你吃吃，哎，真的吗？有这么好吃吗？好，耶，我赢了，耶，你赢了，还有耶，你赢了，太乖了，嘴巴张开，对呀，很好多。小姐，你发生什么事情？他要崩裂，他要崩裂！你是去鹿儿岛分手的吗？那个黄连粉真的好苦啊！天哪，这胃都是苦的。那个黄连粉真的好苦哦，真的没有骗你。哎，可以打啊，可以打啊！吞下去就不苦了。是的，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的正确解答就是我们的三号，吃到了不是黑糖糕。元号队得到一个胜利，恭喜他！谢谢。我们马上进入下一题，哦耶！欢迎回到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二题。是的，紧接着这一题的题目就是谁没有在串串烧？哎呦，超爱这个手套的，手扒鸡手套。对，有人这样子，小心，你这样，哇，有人这样串的，没感呢，哇，好顺手啊。熟了，你存了一些积蓄，直接去开那个烧烤店好了吧？你刚刚说什么？没有美感，你有美感，你吃成这样子。是的，到底谁没有在串串烧呢？是你，彤彤队马上进入情境题。是的，赵俊雅是一个健美先生，他最喜欢串串烧，锻炼肌肉。举重边串串烧，我是一个串烧店的店员啊，但是我可能有一定的强迫症，所以我喜欢边串串烧边举哑铃。是，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一号赵俊雅带来的情境剧表演，彤彤。他是串烧店的员工，看到老板赵俊雅又在秀 muscle， 好跳动，哇你嘞！好帅哦！好奇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彤彤带来的情境剧集。接着我们来到三号艾辰，艾辰是串烧店老板。彤彤，我这家烧烤店是为你而开的，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烧烤。那今天呢，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。嗯，你说。我想要你当我的女朋友。那句台词，他趁机好了。你的男朋友吗？可是我喜欢很 man 很强壮的男生，可以边穿穿烧边举哑铃。好，你。武艺高超，串烧的技术也很厉害。这个，这就是彤彤队带来的情境剧表演哦。到底谁没有在串烧？不要队讨论三秒，倒数请开始，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时间到。请问，到底谁没有在串烧？俊雅。俊雅没有在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他手
没有放下去的那一刹那，没有那么细腻，对，没有那么细腻。再给你一次机会啦，少爷弟啊，我们也算熟。不可能是他，不可能，为什么？不可能。欸、他是哦，以后、欸，以后每一集都不用换了，他的身份。喂，收字保证。没礼貌。喂。没有，真的很适合你。真的很适合他，而且真的。像这种有料的哦，不要隐藏住，我们刚刚把它打开之后，它就整个上半身都看得到了，好不好？你们觉得不是他、哦？不是，泰臣到底有没有在串烧呢？有，还有，有，耶！彤彤。没有在串串烧 ，Yes。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一号赵俊阳没有在串串烧，您答对了吗？恭喜一号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紧接着进入第二回合，我们攻守交换，哦耶！欢迎回到演技大考验第二回合，现在攻守交换。这一题的题目是谁没有吃到青酱炖饭 ？Oh my god！ 就是我沙比炖饭，不要脸嘛！谁没有吃到青酱炖饭？是的，元浩队，请马上进入情境剧美牙。今天一如往常的在做饭，今天小新从幼稚园回家喽，你回来喽！哇，师傅回来了！哇，哦，你回来了，那就好啊。哎呀，你刚没加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马上进入二号，您到我。动感超人变身！来，紧接着进入三号姚元浩，请进入情境剧。元浩是小新养的宠物小白。小白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青酱炖饭的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帮你准备了一份青酱炖饭。小白你好烦哦！快点快点！小白乖，咬咬就忍就过了。小白乖，你也有今天。姚元浩面对毕生最大的考验，这次他小白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吃青酱炖饭的，所以我今天特别帮你准备了一份青酱炖饭。小白你好烦哦！小白乖，咬咬就忍就过了。小白乖，你也有今天。哎呀！你干嘛要黏土？小白好棒哦！到底谁没有吃到青酱炖饭了？统统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。三秒，一号喽。两秒。我觉得是一号，一秒。我觉得是一号，加油。元浩演得很像哎。这个给董彤吃。每次这根衣服好大。我靠！真的好瓦萨比的感觉哦。有瓦萨比的味道吗？
你在寻宝是不是啊？你现在是在翻翻看里面有没有字条是不是？咖喱的味道。一号谁猜的？我。我他猜的。谁猜的？他猜。谁猜谁吃的？对啊，这两位鹿儿岛来了。我对俊鸟不敬。根本没饭呢、啊。哇，这是瓦萨比祸水啊！前面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正确的解释就是林道远二号没有吃到青酱炖饭，您答对了吗？通通队猜的是我们一号加雨水猜错，一号队又得到一个胜利牌。是的，电视前面的观众朋友，元号队就以3-0成为我们今天的演技大赢家。我们马上来试一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了，哦耶！演技大赢家，太猛了！哎呦，这个好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啊？叫盛夏光芒，然后还有一圈都是手指饼干哦，还有那个马斯卡波的 cheese， 它是一种很轻的 cheese， 吃起来不会哇，看到光芒了，对，白白的，然后搭配上今天最好吃的芒果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先试吃一下。这个啊，盛夏光芒，盛夏光芒吃下去，它感觉是在喝那个果汁哎，哎呦，是这个，你知道前面它整个芒果非常非常的 juicy， 而且呢，它这个芒果肉非常的大块，而且真材实料，非常非常的多，太好吃了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白白的是什么啊？那是糖果吧？它那是糖，棉花糖，棉花糖，棉花糖丢了耶，哟，很 juicy 哦。哎呦，哇！哇，表情好好，什么口感？什么口感？佳宇，好新鲜，好甜哦！现在芒果当然甜啦，对，都是都是芒果香哎，哇，真的好 juicy 哦！来吃一下这个，而且它跟下面的那个搭配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会吃的，哇，元浩，元浩这里，元浩是会吃的哦。哇塞！哎，你知道瓦萨比啊？你那个气质像恐龙刚刚讲的，它非常轻，你吃起来完全没有那种很浓的乳酪味道，就淡淡的清香，不会腻。然后搭配那个手指饼干，吃起来有点让口感有点软软的，有点像是蛋糕，但是有饼干的香气。哎呀，形容的真啊，会吃，会吃。来，道爷，道爷，道爷，是开餐厅的。哎呦，哇，那还有芒果皮耶！哇塞，你不会？我直接来试试这个芒果。对啊，不会太甜。带一点酸酸的，然后再加上它下面有点像提拉米苏，哎呦，对，哎呦，它下面的口味也是沾的，下面有裹了果酱的芒果果酱的提拉米苏，哇塞，所以吃下来是非常的对味，真的假的？哎呦，恭喜我们的元浩队吃到这好吃的奖品，是的，也谢谢这个 Double 还有嘉宇，对不对？小黑猪好可爱哟，好可爱，My friend， 那是他最近好因为他现在绿化，他长得比较可爱啊，好可爱。环保，好可爱哦！好了，这就是那个火山火山娃娃，冰岛火山，然后都是非常棒的景点，真的真的，大家有去一定要去鹿儿岛走走看看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如果呢有放假呢，记得去鹿儿岛走走。不过要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:30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新兵记。